领先保留直接打60000呢、啊？决定直接让你想不出来，他还是要那个70000、哦。对啊，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啊、哦，越让你觉得不可能的越有哇，然后9万直接结对了，对。这时候如果真的吃到70000，会吓死所有人哦。没有错，这个时候谁自摸就是牌局结束了。那但是如果是胡的话，要看怎么个胡哦。慈良听牌47饼，有没有机会给他自摸一把、啊？过水，一定要过水。然后警报解除。郭哥讲了一句话，现在自摸要丢出来。那现在要听牌了，郭哥怎么要听牌了？对，怎么单调还是中动？决定单调70000吗？单调70000。好，然后自摸要丢出来，69万。好，69万。哇！真的，救人哦！啊，告诉真正安尼写，主播爱弹出来。Oh my god， 朱大哥，真的自摸要丢出来了。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他是北风北自摸三台，他这个自摸一倒下来，这个游戏结没了，你就没机会了。好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期待这个，希望不是这一张，建成哥丢一张吧。三 ，OK OK， 47饼，赶快摸起来啊，慈良啊，哦。已经感受到朱大哥的内伤了，我的天、啊！真的，六饼转三，六饼掉将，再杠，再要杠上，唔通哦，四条没事。朱大哥自己十两47饼，摸到想要笑了。杠上，来了没？没有啦，四条，25万，哇，25万还有吗？这时候再摸25万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好，20000快没了嘛，五万没有人拿哎、欸，50000没有人拿哎、欸，啊，50000还第一张，20000是没了。不要跟我讲50000，今天都是绝50000，我受惊吓了。对啊，没有50000还有三张。对啊，我说这个时候摸到50000，你要怎么想今天这个50000？朱大哥，朱大哥不知道要怎么放。朱大哥，不要紧张，这是什么？六条啊，47桶很久哎、欸，杠上，没有47饼还有剩吗？听得有够痛苦的，怎么办？吃两47饼一二还有吧？真的快哭出来 ！Oh my god， 快哭出来了！啊！建成自摸，各位同学、啊，恭喜建成 Game Match 游戏结束。哇，今天真的是精彩的资格哦！这个，哦，这真的是个这个是个50000的故事。今天真的是个50000自摸的故事，这50000真的是再见自摸的50000啊！对，哇，恭喜建成哥。